我们昨天晚上就要看素材，然后看昨天，然后一直说哇，这身材，哇，这胸肌，哇，这女生看到，因为她昨天晚上那个点点在剪影的时候，明显的那个大力，然后你昨天晚上穿。等一下哦，你知道很好笑哎，哇，好冷哦，张伟秋，快点进来温暖的被窝。这种不属于偶像的东西，这是外遇耶！你要外遇？原来是我被耍的。你看。好像我不进太色了，因为他在那在拖，你就站在这里就好，站在这里就好，站在这里，没有。嗯，那我可以配到那边结婚吗？可以啊，不是，问题是欧洲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世界这么大，我们可以去德国，我们可以去法国，我们可以去，反正就是很多地方。可是我们都去了，我想在那里结婚。这个是需要好好的计划。推脱是不是？谁？啊，好，推脱。我还没准备好。今天是我们来里斯本的第一场夜戏。对。应该是我最紧张的。为什么要叹气？就很紧张嘛，我要演酒醉啊。哦，觉得有一点上瘾的感觉耶，就是演到有一点上瘾。好啊，那我们再拍一次，走啊走啊。